闪了吧，妈！我今儿是不是可以当娘娘了？看你美的，那你试一下吧，啊！哎呀妈，你看，这个像不像晒了太阳的玉米？晒了太阳的玉米，爆米花呀！你看，哎呦，看你这张嘴，没个正经的。正经了还是你女儿吗？切，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不好看啊。 小姐，这边有一个款式还不错的，上身效果很好。嗯，还可以哦。来，我看看。这个，嗯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行吧，我试试。这边是一间。啊，哎，前面。好。哎呦，哇塞！我穿着高跷快死了。这文静每天踩这样的鞋，她怎么能走路呢？好看吗？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就说不上来。丁妈肯定知道。 丁妈，我跟他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发现那黑鲫鱼跟我现在长得一样一样的，行了，我都快抽筋了，换一个镜子，这样好吗？啊，美人鱼。 这应该是这样了吧？哎，这扭秧歌最合适了，唱一个起，唱再唱一个起，唱再三十二，赶紧扭秧歌儿！这边请，好看吗？ 觉得挺好看的，妈，真好看，你不用描都好看。小姐，哎，帮我们拍张照吧。嗯，在这儿拍。啊，嗯，好的。娜娜，好，妈想给你留个影。 你来了，啊，胡总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周总，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时间过来呢。会呢，听说道了一些好话。嗯，哦，对了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，叫娜娜。娜娜，这位是胡总，这位是陈总。你们好，你好，像我吧？非常像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。听说你们公司要转型了。 周总真是好魄力呀，搞这么大的动作，跟着形势走嘛，改天得您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约个地儿。这个拿在手里，不是为了喝的，那是干什么的？嗯。
那你为什么要喝了？我想喝呀，就跟你一样。娜娜，嗯，你喜欢这幅画吗？ 挺好的，挺不错。这幅画多少钱？稍等，我想帮您查询。好，你要买这幅画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这幅画，就看到了你，觉得它就跟你一样的自由。 抽象画，抽象画，你好，这个这样，我要了。啊，好的，这么贵，妈想把这幅画送给你，我才不要呢。我跟你说，他们这绝对是在杀猪。 这随便划了几下东西，就跟你要这么贵，这是在抢你的钱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随便扔坨鸭屎上去，绝对比这强。你别笑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不许买啊。娜娜，妈为了你，花再多的钱也愿意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买下来送给你，也没有你带给妈妈的幸福来得珍贵。 不是不回来了。你来了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是不是？郑总最近忙吗？还行。你们那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？还算顺利。 穿高跟鞋穿的我腰酸腿疼呢，哦，看穿的我眼泪都出来了。<笑>娜娜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有啊。要是累了，我们就回家吧。哦，不用。我只是不太适应上面的环境。哎，你不觉得里头的每一个人，好像那穿了衣服都是为了给别人看一样？你没觉得？
对不起啊，妈不知道你不喜欢这儿。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。其实，只要你在哪儿，我就愿意在哪儿。真希望时间不会跑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永远这样，我也才能永远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永远永远的在一起。傻丫头，时间不走的话，二宝怎么长大呀？娜娜，今天你想做什么？妈跟着你一起做。我不想踩这个高跷了，我再也不想踩了。那就把它扔了。啊？那不行，是你给我买的。哎，哎呦！啊！哎呀，很贵的，你给我买的。鞋也扔了，哎呀，不要了，扔了。那这怎么办？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走。回家谁就算赢。好啊，来，来，一、二，哎，你怎么能耍赖皮呢？你别跑，我快赢！啊，你追不上了，耍赖皮！啊，我跟你拼了！娜娜，你快点！我不理你了，你耍赖皮！今天累了，一会儿你抱他上去吧。好。那我先上去休息了。好。杨顺，明天我要去香港，公司那边你就帮他打理一下。好，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。没问题。晚安。晚安。
做什么美梦呢？